的新办公室在内湖科技园区的鸿辉瑞光大楼，共有7个楼层，面积超过3000平，是LINE海外最大的办公室。我们的设计理念是希望给员工一个与自然环境共存、舒适自在的办公空间。我们在设计上引入了大量植栽，把公园的绿意延伸至室内，让员工在开阔的办公空间中自在地发挥创意。新办公室规划了包含按摩室、游戏间、冥想休息室等多种设施，在二楼的公共空间也设立了 LINE Care 中心，能够帮助员工快速地解决各式 IT 难题。LINE 的企业使命是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，而这样的核心精神也反映在我们的工作环境里。在新的办公室里，我们规划了大量的协作空间和讨论的角落，希望强化员工彼此之间的交流，来激发创意的思维。除此以外，从2楼到7楼，我们总共规划了超过40间大大小小的会议室，希望促进跨部门间的协作，拉近团队跟团队之间的距离。新办公室很宽敞、很明亮，带给我们舒适的空间跟自由的感觉，工作起来充满活力。弹性办公可以加深同仁之间的互动，交换很多创新的想法。在这里不只是办公，也让人精神满满。还有设置电子置物柜，方便弹性座位的同仁可以拿取私人物品，需要专注时也很容易就找到不被打扰的空间。想要讨论的时候可以轻松地跟大家一起交流同乐。这是我们的新办公室，也是我们的 LINE Park。